了轻摇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的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亘古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途不知后退，将梦想在云山的带领下，云岚宗终于露出嗜血的獠牙，毫不掩饰其吞并加玛帝国的欲望。为彰显云岚宗无人能及的地位，云山派出弟子将代表皇室驻扎云岚山脚的军队残忍屠杀。随后，云山更是以米特尔家族收留萧家为由，大举进攻米特尔家族的拍卖场，而这仅仅是云山吞并整个加玛帝国的第一步。他们进展如何了？魂殿秘术让这两个斗皇的实力得以再次提升。云山，这次你绝不能再放过萧家任何人。云都云刹，多谢宗主栽培。你们二人马上出发，加紧将米特尔家族清除了吧。切记，要把萧家残党搜寻出来。若有势力不长眼敢插手，那就一并除了。是，宗主。啊，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人失望了。你们魂殿到底要从萧家找寻何物？问的事情还是不要问的好，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。这番下场，
两位长老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说这些有用吗？停止冲锋！海冷，米特尔家族的祸事，因我萧家而起。你们将我和萧家一半族人交出去，云岚宗想必会就此罢休。只要能给我们萧家留一些血脉，就够了。年纪不大，却有绝对理智。萧家有此人才，不愁不兴旺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哼，云岚宗对我们出手，难道只是为了萧家吗？之前我就联系过皇室、纳兰家族和穆家。可他们……放心，拼了这条老命，老夫也会保你们无恙。海老，您还在等我三弟回来？我对那小子有信心。萧家余孽，否则灭族之时就在今日。两个斗皇，藤山、亚飞，你们带人拦住其他人，他们就交给我。亚飞，你带着萧鼎去守住内院，这里若是被攻陷了，你们便是萧家人最后的防线。是。云岚宗，和你们拼了！海波东，不要再负隅顽抗，凭你一己之力还想力挽狂澜不成？识相点，交出萧家残党！云都云刹竟然也进入斗皇级别，不过他们的气息并不稳，难道云山用了什么秘法？海波东，今日你究竟教不教人？云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，丢尽了历代云岚宗宗主的脸，想让米特尔家族屈服，云山他不配。云岚宗众弟子听令，血洗米特尔家族！宗主对你们米特尔家族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抱歉，我们只能奉命行事。好，今日就算我米特尔家族难逃大难，也要让你云岚宗伤筋动骨。海波东，云山宗主对我们有再造之恩，他要铲除米特尔家族，那你们就必须死。何必与将死之人废话？上！之极。
出手吗？哎呀，妖夜，你也知道云岚宗如今的实力，若是惹怒了云山那家伙，可太爷爷，云岚宗的野心绝不会止步于米特尔家族。我们现在不出手，坐视米特尔家族被清除，日后恐怕皇室也……云山，你是斗宗，再看看吧。父亲，再不出手，必须等。希望日后云岚宗能看在嫣然的份上，放过我纳兰家。族长，霍启剑已经不足百尺，这里快要守不住了。全部都给我用上！没想到云岚宗的人来得那么快，萧家人还来不及转移。我就是萧家最后的防线，想伤害我的族人，除非踏破我的尸首。相识多年，我们会劝宗主饶你一命。哼，米特尔家族虽然爱钱，却从没有贪生怕死之辈。就算要死，也要拉上你们两个垫背的。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。输了。
小心！云岚宗之事，你也敢管？找死！快躲开！下究竟是何人？还请报上名来。三年不见，没想到云岚宗最擅长的事，仍是以毒欺手。这位朋友，不要以为我们四人奈何不了你，你便可肆意妄为。在这加玛帝国，还无人敢挑衅我云岚宗。藏头露尾，鬼鬼祟祟的，可不是高人所为。三年了，云岚宗，萧家萧炎回来讨债了。萧炎，你还真是上赶着来送死。为手刃云山，我怎么会轻易死去？哼，狂妄的小子，要对付你，何须宗主动手？我们早就防着会有不开眼的家伙碍事。哼，萧炎，小心点。云山准备在云岚宗给古河和云韵办一场婚礼，那两日之后便是云岚宗的决战之时。不说斗皇强者，但是那云山就不好对付。云山，希望这次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。你若真的死于云山之手，我会感谢的。诸位，莫要以为是萧炎求着你们合作。吉时已到，大婚开始。三年前的恩怨，便在今日了结吧。这笔债，萧炎积了三年。那就一招解决了你吧，风叉烟罡。去吧，啊！佛怒火莲。萧炎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？那我萧家的血仇，谁来还？那就让我来还。风之极，陨杀。今日定要将你擒拿回魂殿。哼！救我！小医仙，
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？你认识的小医仙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毒宗宗主天毒女。我的好师弟，你体内怎么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？父亲，老师，小燕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念完几圈，何时会相见？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尘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去到那闪电，也许只因永远太远。封空了昨天，记忆在沉淀，多美丽又太耀眼，多些时间，再多些贪念。